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选彩票500万太难中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，30万肯定更容易。所以呢，我们让石头用他的幸运爪子来刮这个30万。石头，想不想刮30万？刮中了给你奖励2只小母狗。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刮刮乐？小秋以前玩了很多次都没有中奖过。我们看看石头的狗爪子，幸运狗爪子能不能中奖？这个是25号，只要刮到25号就是有钱。走，刮个25号出来，刮个25号出来，刮了25号就500万，不，30万。所以你刮了个25号出来，给你奖励一只美丽的泰迪。朋友们可以看，刚刚石头用他的狗爪子刮了2张这个刮刮乐，但是一毛钱都没刮到，看来这个还是非常难刮的。朋友们觉得这种彩票中奖的难度高不高？好了，今天石头刮奖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这个彩票还是非常难刮的。喜欢石头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